叫米妈多嘎米妈多嘎啊您这边这个家有多少个人住呢五个人包括我妈还有呢我妈妈还有呢我老公还有小孩小孩有两个嗯盖房子时候政府每家每户给了25000嘛 嗯，对。要自己负担的。自己付了15000嘛。15000。嗯，对。这边的条件比以前好吗？好多了。比如呢？水干净了是吧？嗯，对。哦，直接上去啊。可以看一下吗？有没有房间？佛堂。哦。 睡这里，啊，两个都睡在这里吗？不是，一个睡在这里吧。还有一个呢？一个下面刚刚我们看的那个，我妈妈以前的那睡。哦，那这个房间是不是特地为他们的设计的呢？嗯，对对对。这个房间会不会特别好呢？嗯，嘿嘿。 烧水呢？烧水。嗯。这是什么吗？平常做什么？平常我们干家务事，还有呢，当小工。小工。嗯。以前都是种田。种田，嗯，对。现在我们的地全都包给那个汉族人嘛。种菜嘛。 嗯，对。大概有多少？百分之20%是吧？你们都住出去是吧？嗯，一年一亩地900嘛，哦，一千。一年可能有1万多吧。一年有这1万多。嗯，对。那你们听说你们现在还会跟这些汉族买菜是吧？嗯，买菜还有帮他们种菜啊那些。